好，我们请到那个锦鲤达人哈，来，我们请到一个宋小姐来，老板娘啊，这是你养的鱼吗？来，宝贝来，是的，是啊，对啊。对啊，哦，你很会养哎，这鱼都养得肥肥滋滋的。嗯，真的都亏那个客人帮我养。客人帮你养？对啊。这不是你自己养的、啊？不是，客人养的。厉害哦，嗯、你在那边弄一台。我哦，弄一台贩卖机，然后人家来的时候就帮你养鱼就对了。对啊。哇塞，那鱼养得这么厉害。对。哦，听说你常常。出国比赛都拿冠军了哈、嗯，那你养儿子养女也是这样的方法吗？儿子女儿，儿子女儿他自己养自己。哦，自己养自己啊、哦，啊、哦，你女儿都养哥哥养的也是哦，养的也是身材哦也不错呢哈，厉害，对啊。有男人养啊、哦？你用这一只手吗？我用我脚就够了，别上。哦，鱼啊，鱼一只，怎么弄啊？你哪边这边好了？哇，全部围过来了。